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庆。95路呢，我们来到了苗栗大湖的梦之谷露营区。那这里呢，也是位于玛纳邦山上。那至于山路好不好开呢？我们昨天晚上夜冲的时候，觉得路很陡，就还蛮斜的啦。这个地方啊，它在 Google 地图上面是不会显示的，所以如果要来的话呢，营主会告诉你怎么样来才会导航得到这里哟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久违的露营，然后阿三呢已经摩拳擦掌说要带给大家阿三厨艺小教室，说很久没有教大家做菜了，他非常的期待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搭好帐了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陈设咯。我多了很多好东西。我们今天呢搭的是一区，我们是搭这个一五，它有一个很大的斜坡，但好险车是可以停这边的，就可以无痛搬装备，也不错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布置啦，我们有搭潜艇哦，非常难得。这就是新装备，这个架子我觉得蛮好用的哎，因为像这个大烤盘啊，你如果放在我原本的赛碗里面的话，它会太大了，这样子吊着还不错哎。这个也是新的，它就是新瓦斯灯，里面是瓦斯，它有附一个罩子，我觉得它有点像煤油灯，可是它是用瓦斯的，我觉得还蛮美的，阿三非常的满意。啊，这个就是一直很多人询问的这个晒碗篮，差价晒碗篮，虾皮就可以搜寻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最主要是因为它有个桌面，我觉得很方便。然后外面呢，我就把推车展开来，里面放东西。啊，这个里面是放常温食品跟保冰袋，然后这个呢是放多余的袋子。我一定要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盒子，它实在蛮好用的，因为它是有点像行李箱那样子的材质，然后它外面是硬的，所以它里面就可以收纳一些灯具。这就是我瓦斯灯的袋子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罩子，就完全符合这个大小，满意。看一下室内啦，这是垃圾桶跟桌子，然后我们的桌子是蛋卷桌，冬天就是一房一厅啊，所以我就摆出了我的地垫。这是本来收纳在一起，然后这里面放了烹饪的用具，这个也超好用的，我会把它拿来摆一些，比如说牙膏牙刷啊，然后我的化妆包等等，整体就是这样子啦。这一整排的小玩意儿，我通常是不会带这个假花假草来营区，这两个灯啊放在那个箱子里面，所以我就想说中间就把它放一个那个假花假草，让它不要互相碰撞，所以我才带来的。这个呢就是单纯的灯，我觉得很好看就买了，它是这样子打开的，不错。猫熊音响，然后这个呢它很酷哦，里面是防蚊的精油灯，可以当成一个灯，然后也可以防蚊，然后吊挂，它是阿拉丁音响灯，它有很多不同的光，然后在下面，来变色好了，哼，居然还有蓝色灯，然后变强变暗灯，然后最主要呢，它还是个音响，这边按下去它就可以连接。我藏的他心碎，成年人分手后都想无所谓。我是觉得晚上吊挂起来还蛮有 feel 的，然后上面呢，你看细节多棒，阿拉丁阿拉丁这样，放回去。喜欢的东西放一排，心情看了也会好。
现在是11点，恭喜阿三终于起床了。太扯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离我们很近，不错不错。我们决定要去逛逛这个营区。有这么开心？听说下面超级远，去逛一下。有摸摸悠悠守护。那我就趁现在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营区咯。那营区呢，它总共有 ABCDEF 6个区，每一区啊都或多或少都会有小孩玩的地方。游乐设施最多的话呢，就是在 A 区这边。那我们在所在的 E 区呢，就是要爬坡然后爬上去，所以它是相对来说游乐设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区。它离营本部啊也挺远的，不过他们的营本部还不错，有饮水机就很加分。这里呢就是滑草场，这里是要自备或是营本部有卖，斜度很 OK 哦。营区的路呢，我觉得都是蛮斜的，一路斜上去。那营本部旁边最方便的这就是 A 区，这里呢是戏水池，但是没开。这边的话呢是沙坑，太生气。因为他说唱也很烦，而且蜜蜂也很烦。请问你什么不烦？你这个人就很烦。就是这样，招风走开啦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在我的这一区呢，它是 A 区，啊，它是雨棚的，然后就这边一排，然后那边一排。啊，我个人觉得它好像上跟上有一点近。哇，小孩看到就疯了，攀岩场。啊，这个是比较低阶版。加油加油，攀攀攀，爬爬爬。这一区呢是 F 区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卫浴，然后它就是一路上去这样子。这边的收讯真的是不太好，我呢远传在一区呢还有一格，阿三他中华电信是完全没有收讯，零格哦，零格。然后他就一直很万谈，他就说下次不要再找这种没有那个收讯的露营区了，受不了与世隔绝。你干嘛假滑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有收讯啊。那你就在这边落地生根啦。我是 WiFi， 我给他 WiFi， 我在幻想。笑哎、欸，这真的很高，我刚滑过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他怎么这么轻轻松松啊？哦，菲菲也可以哎、欸，这里。是营主的小小温室，每一个人都往后退，这样比较轻松。有个嘎嘎叫了，嘎嘎哥。这里是 B 区，旁边就有卫浴 ，C 区一样是雨棚，然后接着呢就要走长长的道路，爬爬爬爬爬，到最上面是 D 一区。D 区很棒，就在旁边也有厕所，但是冰箱的话就要走到下面营本路，然后那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游乐区，跳床，然后小小溜滑梯。这里是一区啦，这边有4张，然后这边1张，这边4张的话会有点紧，所以我们就搭这里。来个小结论吧，那基本上呢这边很多都是雨棚，所以即使下雨你也不用害怕。那但是雨棚呢这样子搭建啊，虽然营主很辛苦，但是你知道视觉为优先的话，就会觉得这边拍起来比较不好看。但是相对来说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啦，你也不用带客厅，比如睡帐就可以了。游乐设施还蛮多的，但是像比较偏远的地方，譬如说 D 区跟 E 区，那离真的游乐设施攀岩场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比较远。你是想要看小孩可以去游乐区玩的话，建议选 A 区、F 区。不可免俗要分享这边小缺点，就是我觉得苍蝇跟蜜蜂真的蛮多的，他们可能后面有果园或是有种植蔬菜什么的，所以就真的是会比较多一些。另外呢，它离马那邦的登山道也蛮近的，所以喜欢爬山的人也可以去挑战看看咯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，就是吃这个和牛，有没有看起来很厉害？这个油花，哇，看起来超级好吃的。来就是一直失踪，来露营就是一直失踪，他们都跳去楼下那个啦。没想到只有我跟你两老在那边吃烧肉，这是30年后的写照。肉老了，就跟你的肉一样。午觉时间，麻烦。
算了，我再练。香喷喷，嗯，超浓，这个要配那个热水喝，2:1。这里呢还是有一点点紧的哦，就再来，噔噔，再来，噔噔，这边，欲哭无泪，不会啦，也是还不错啦，蛮美的。饿了。煎牛排来吃，就是 A5 和牛牛排。哇，来备料了。这个灰色的是新的，上次没有，很漂亮。那没有暖炉呢，又要再开团咯，大家请关注连结，很多都是现货，现在超级需要的。欢迎收看特级厨师小教室。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忘了带麦克风，所以大家就辛苦一点练听力。我今天不是特级厨师，今天是他乔总。我今天是那个男人，世界杯足球赛准备开打了。这样够明显吧？那个男人回来了，叫那些屁孩给我闭嘴。我们的巨星回来了，还敢在那边吵吵闹闹。哇，这趟回来呢，就是要跟大家讲，敲钟了，敲钟了，就是要跟大家讲 ，C 罗回来了 ，OK 吧 ？OK OK。对，因为世足赛要开打了，我要宣传一下。哇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届参加了。他有那么老吗？毕竟也37岁了。他看起来不像哎、欸。我就是 C 罗本人。说漏嘴。对。不要再给我敲了，那个是拿来敲的吗？刚刚那个是阿三，跟我这个巨星是不一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我没有巨星的光环，不可能这么凶。我是说我回去葡萄牙的时候被骂。他说你不是西班牙人吗？回来干什么？他有用跪着走回家。我很赶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煮完我就要搭飞机走了。OK 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，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阿三逼我来的，可以吧？废话是很多哎，所以到底要煮什么啦？哦，阿三呢就叫我煮一道家常菜，毕竟我是这个的代言人嘛，我帮他打一下马赛克，还好平常都有在练习。打马赛克吗？不是，就是平常都有练习辅助。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吧？又是可乐系列。对，放下去煎。我们就是要做一道可乐卤肉。请问师傅要煎到几分熟？是 C 罗。你还记得哎？表面恰恰，我等下赶着回去练球，没有空。我们这道就快速煮。哎，我觉得它受热很快。真的很快，让我这个外国人有点吓到了。恰恰就可以了。你要葱，加姜。就这样吗？这么迅速？我们加酱油，一碗酱油，半碗米酒，想加多少就加多少，真的很简单呢。这道为什么都这么高纲了，然后还要加卤包，才会有那个香味啊？哦，八角的香气嘛。这个是我从西班牙带来的。啊，讲错了，是葡萄牙。妈妈，对不起。神经病。哦，错乱了。我到底是哪一国人？现在呢，就是加什么料都可以。对，都可以，就是一个卤肉的概念。那这个要卤多久才能入味啊？我觉得应该要很久。对，保守估计大概40分钟。啊，这还要卤40分钟？怎么了？很饿。
巨星的主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要耐心，再加点油豆腐。媳妇爱，西罗爱吃油豆腐。我就看你一个晚上可以出包几次。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有多热爱足球。Softball。刚刚经过了一番论战以后呢，发现我刚刚讲错了。连足球都讲错了。因为我刚刚下飞机，头有点晕。头有点晕，对对对。然后刚看完台湾大赛，就是一直满脑子都是那个，都是泡彩蛋相关的东西，对对对，头晕，好不好？讲错了，是 football。这样有没有硬凹的感觉？有。有吗？真的很丢脸呢。很丢脸吗？很丢脸。身为一个巨星，连自己平常在打的球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我平常都是在打 softball。真好丢脸。看来都要把我卡掉。不要。就跟我上次不小心讲自己是西班牙来的一样的道理。踢球踢了二十几年。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自己踢的是什么球。啊！你这个软男，soft boy， 我不敢去参加第一场比赛，我看我还是不要回去好了，我就故意拖，拖晚一点。我不参加第一站了，我在此宣布，你们第一站看不到 C 罗了。如果你喜欢吃那种整个酱汁挂在上面的话呢，那你就让它收更久一点，因为可乐呢可以让那个肉软化。像鸡了吧？那你家的卤肉有加可乐吗？什么我加的卤肉？阿三家的卤肉有加了可乐吗？哦、Good friend， 对，你的 Good friend， 这我不知道，商业机密，伯父都不跟我说。伯父，小朋友再等一下，小朋友，叔叔快煮好了。这小蛋蛋好好吃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叔叔快煮好了。嗷嗷待哺，你觉得你有什么感想？这就是巨星的魅力，这是我们的新朋友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看到没有？好吃，不会骗人。他是没有 C 的哦。哦，洪敬元，是不是真的很好吃？洪敬元，洪敬元，轻松，我已经虏获一个人的心了。只要有一个人说好吃，我就会继续煮下去。只要有一个人继续看我们的频道，我就会继续录废话下去。好可怕哦！就算我们频道以后只剩一个观看次数，我还是会继续录下去，还是会继续两小位。For you, only you, only you。算了，还是看菜好了，愁死了。这就是那个、啊。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？就是那个突然忘记了，就是也是周星驰演的电影啊，《月光宝盒》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《大话西游》Only you， 就是那个师傅啊。好啊，他唱完 Only you 的时候，旁边就会有人打他，就会说 you。所以你是想要我打你 Only you？ 试吃时间啊。好，好不好？吃了，看起来就它这个真的是很果酱哎、欸，就你收汁收的很在上面。对，就看人啦、啊，有些人不喜欢，有些人喜欢了、啊。如何？好甜哦！多甜？超甜！甜在心里头，甜在心控肉。好甜哦！一般人控肉没有那么甜，因为你加了可乐，然后整个去煨，所以才那么甜。我刚去台南回来，还是讲，忍不住就讲。外面有点酥脆，是因为一开始煎的关系吗？对，嗯，蛮好吃的这样子。这是诀窍。嗯，你觉得给过，好吃。绝对不是，就是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名气，不是，不是，是真心觉得还不错。对啊。而且烧甜了、okay. 已经煮白饭了，等一下就等它好了就可以吃饭开动。哇，这个饭怎么吃饭、嗯、我们现在要来炸这个腐皮卷跟虾仁卷，我油都会用这个来放，这样子好
宵夜无极限，一直吃一直吃就对了。大家早安。洗好了，轻轻松松，方方便便。吃拉面。为什么用这个？是因为我把碗收起来了，懒得再把它拿出来。那反正这个回家都要洗，没差。那菜会放进去吗？会，等一下我菜煮好了，我就放进去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等菜。你等菜？怎么爱吃菜？妈妈煮的很好吃，然后也不烫，然后爸爸煮的不好吃，也很烫。是不是不好吃，也很烫。因为我们昨天爸爸煮的鸟蛋，你说很好吃，是鸟蛋。它是鸟蛋啊。好嘞，啊，把菜菜给你们以后，我再来蛋。盖子，我不是给我盖子留下。那我也要等蛋。没有，你就先吃吧你。摇头摇头摇头，飞飞摇头摇头摇头。好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再动了。你赶快走掉，你走掉。你出去，你不要播，你不要播，你赶快走。你的头太像那个，太像蜜蜂，太像花了。看那一朵花，可以飞，赶快跑。他居然还没烧完，傻眼。吃完早餐呢，我们要准备收账咯。大家呢，如果有我在用的东西呢有兴趣的话，都有可能可以开团。那开团列表呢都会整理在 LINE 群或是在 FB 跟 IG 群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这几个哦。那团购的话呢，我们都会是一周的时间再去参考那几个，然后还有上面链接，还有上面有跟说明栏咯。喜欢的话记得给个赞，然后订阅来分享大家开箱啦。我相信我们是每周二的晚上7点半上片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